皇上以颈部独特纹身曝光，一个太阳图案内嵌着一个子字，引发了广泛关注。这个独特的设计让人不禁猜测其背后的意义。有人推测子字可能是对前夫杨子名字的隐喻，象征着两人之间深厚的感情。然而也有人持不同观点，认为纹身的具体含义只有皇上一自己最清楚。回顾过去，皇上一与杨子的感情生活曾备受瞩目，两人经常在综艺节目中展现甜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关系似乎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皇上一曾在节目中坦言，自己一度被杨子影响，失去了自我。幸运的是，通过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等节目，他逐渐找回了自己的独立和自信。关于皇上一颈部的纹身，还有诸多猜测。有人发现他在某些节目中没有佩戴项链，引发了是否已去除纹身的猜想。也有人认为纹身的变化反映了皇上一婚姻状况的变化和个人成长的过程。尽管外界对皇上一的纹身充满了猜测和议论，但大多数人还是表示理解和尊重他的选择。对此你怎么看呢？